番《奶酪陷阱》七日在首尔举行 VIP 试映会，除了主演朴海镇、吴连旭、三德拉和朴基雄外，众多亲朋好友到现场支持。女演员好像一个个在比美，何志远、甄丽媛、陈幽丽、赵宝儿，女神范十足。BYF 阵容、Infinite 冬雨，还有刚出道的人气女团 Unity 都前来祝贺。值得一提的是，朴海镇新剧《四子》的其他四位主演。娜娜、郭世阳、李基宇和 New East Rain 一起来为前辈加油打气，暖暖的同僚情真让人羡慕呀。네박혜진선배님초대로저희이렇게네명다같이오게됐고요치즈인더트랩이영화로개봉한다고해서굉장히설레고기대되는마음으로왔어요재밌게잘보고가도록하겠습니다치즈인더트랩화이팅, 화이팅当然也少不了 Sandra 的朋友圈，许久不见的亲弟弟天豆 ，Get It Beauty 军团李世英朴南来，公司后辈弟弟 Winner 金晴雨。일단뭐저희다라누나가지금이제신더집에다나오는데많이지켜봐주시고많은관심부탁드립니다감사합니다我们大拉姐姐真的是人气将。不过小小只的姐姐抱着一块超级大奶酪也是意外的萌，期待电影版《奶酪陷阱》甜蜜发酵了。